图书馆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啊，就是希望能够推广一些阅读，然后呢，让更多人能够进入图书馆，然后也提高我们的一些文艺气息等等。公共服务部分呢，台师大现在是协助全台湾大专院校图书馆购买有关电子书跟电子资料的部分，那这个很感谢教育部长期的资助啊，还有相关大学的一个配合，那这个是台师大目前积极在推动的。另外一个是师大的品牌，我们现在有很多师大一些老师杰出的著作，或者是一些非常好的成果，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图书馆，然后出版中心能够来提高它的曝光。另外就空间的优化，我们现在就是希望校长也很支持，我们现在陆续会把我们这个空间做一个改善。我们这边有一些跟文艺有关的，所以呢台师大图书馆在文艺这个区块非常的独特，所以呢我们这边有高校的特展，然后呢有我们的校史馆，另外有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资料中心，另外呢我们有梁实秋故居，那再来就是我们有很多那个古籍真善本，那这个都是我们台师大图书馆非常独特的地方。